手心也失去了温度，伤人的话都亲口说出，只是眼眶被泪水满足。曾经是你的精神救赎，如今却化为了心理包袱。尽管美梦将回忆缝补，可是你已经无法碰触。我是说假如我们真的在乎，怎么会忍心让对方慢慢结束。我是说假如我们真相弥补，怎么能做到让对方体无完肤，还全力以赴。时间推走了记忆的路，回望的风景是满地荒芜，并肩走过时同时迷路，擦肩而过不是个错误。我是说假如我们真的在乎，怎么会忍心让对方慢慢结束。我是说假如我们真被辜负，怎么能做到让对方粉身碎骨，还视若无睹。也送对方人生中退出，时间才会替我们解开这束缚。假如我们真的在乎，怎么会忍心让对方慢慢结束。我是说假如我们真相弥补，怎么能做到让对方